近日，杨幂的一则广告短片曝光，视频中她穿浅绿打底衫配白色吊带裙，长发披肩，清爽率性。杨幂的五官本来就带一些娃娃脸，这种黑长直更是减龄的必备发型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效果。长直发自带清纯感，搭配浅绿色的元气打底衫，就像是一汪清泉，给人非常清新的感觉。绿色的打底衫是修身的款式，比较方便突出身材曲线，外面搭配了一件白色的吊带连衣裙，V领的设计突出颈部身材的同时增加了线条感，不规则的裙摆更显层次感。杨幂被称为腿精不是没有道理的，看这套造型本来就很显细长双腿，她穿白色的荷叶边袜子和凉鞋，匀称的小腿线条格外吸睛。另一套浅绿色的长袖作为内搭，叠穿一件黑色兔八哥图案的 T 恤，个性十足，配上白色休闲裤，简约而又休闲。她对着镜头比微，尽显清新俏皮。